快来看呀，日本整人综艺到底有多丧心病狂。深夜出租车司机假扮无脸男，看乘客小帅为你诠释什么叫做屁滚尿流。话不多说，开始幸灾乐祸吧。流传于岛国的都市传说，深夜出租车司机会变无脸男，不得不佩服岛国人的脑洞真的是千奇百怪。车停稳后准备下车，司机有礼貌的扭头问候小帅。大半夜的不带这么整人玩的，小帅估计今晚会睡得很香吧。关注我，下期浴室整蛊更精彩。